第二摸着在奉献之上，我们看到神的显现之后，那我就愿意操练。那之后，祷告的时候或者读经的时候，有神的显遇到神的显现，或神对我说话的时候，愿意再向他有奉献。摸索这边弟兄所说的亚伯拉罕的经历，你们是从胡尔，然后先到这个哈兰，最后回到迦南地。摸索这个书报里面就说，我们每一位得救的人，其实都需要有亚伯拉罕的经历，而且我们需要有神的显现。神的显现就是我们奉献的动力。没有人能够看见的启示而不奉献的。遇见了神，接下去就是祭坛；知道了神的恩典，接下去就是奉献。实在是感谢主啊！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就说：“我借着神的连续劝你们啊，要将自己献上，当作圣洁并讨神喜悦的活祭。”是不是要请要分享的弟兄朋友，就一同上来，好不好？就不要一个一个，就一起上来。再把副歌上一次，蒙召者的副歌，那些要分享的弟兄姊妹就赶快把握时间，能够上台分享，永留基督。再唱一次副歌。基督的价值，所以我愿意在奉献我的生活，愿意在将我的时间更多的摆在主的面前。
我们很宝贝刚刚弟兄交通道奉献是平时的，是生活中的。阿们，那我要奉献我在生活中能够对主有一个完全的哦，完全的摆上，那过一种帐祭坛和帐篷的生活，和其他同学是不一样的。摩索第四篇所说到这个坛呢，它是献哪一种祭物呢？弟兄有说到这个祭物乃是要燔祭的坛，对，就说出这样子的这个祭物乃是要完全的奉献给主，乃是要完全在这个燔祭坛上被烧毁。就摩索这个不论是献牛羊或斑鸠雏鸽，要把全支献上，神要一半的奉献嘛。那要如何过这样子的生活呢？每弟兄这边就有帮助说。这个祭坛的意思不是做工，乃是为神活着；不是忙碌，乃是要为神活着；乃是天天在祭坛上烧，而又是活的，是一直活的，又是一直烧的。我这边就有感觉，在生活上不论大小事，在做任何事情都是要为着神的，都是要把神摆在第一位。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去聚会，然后我们是为了其他人，然后
不是为着主，然后又觉得哎，真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有时候是为了一些弟兄姊妹要扶持小羊，然后我们就会去这个聚会，然后好像就不是单单就是去那边，然后就是为着那个为着能够遇见神，对，然后所以就是这里的就再有这样子的一个更新奉献，然后这个之前的这个说到说我们这个，当我们就是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我爱你的时候，这个里面的这个生命啊，就是这个爱呢就能够在我们里面的发动，使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爱能够来的爱神，所以当我们越说这个主耶稣我爱你的时候，并不是说我们就是就是真的就是有那个能然后就是说主耶稣我爱你，而是当我们就说了主耶稣我爱你的时候，越说越说越说，这个爱就在我们里面呢更多的滋长，然后这也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原则，就是并不是我们能够过这个有能力的生活，但神这样的生活与神与人有交通的生活，而是当我们先就是跟主有这样的一个奉献的时候，当主就是我们跟主说主啊我愿意奉献，就是那我们越跟主就是说我爱你，这个我们就 越有这个爱呢，是我们能够的爱主，当我们越跟主说主啊我奉献给你的时候，主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他就而且他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他就使我们的生活就越来越是有能力的生活，有能够在神家的生活，与神与人有交通的生活，所以感谢主得着我们的生活是常常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我爱你，主啊我将自己奉献给你，对，每个人都有我们一定的香膏，那我们的香膏愿意交在谁的身上呢？我想我们应该说将我们的香膏交在我们最爱的主身上。那我们有几件事情报告。第一点，我们会后会有爱宴，那请弟兄姊妹们可以留下来用餐，并且彼此交通，特别是与第一次来的朋友还有弟兄姊妹们可以有多多的交通，另外可以彼此自我介绍。第二点，什么事情？毕业生在用餐的时间到钢琴旁边来有交通。好的，那还没有缴交费用的弟兄姊妹们，请记得将费用交给财务组。我请财务组负责的弟兄姊妹可以站起来一下吗？可以，财务组。然后，谢谢弟兄。好，主任，那。还有昨天去呼召聚会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费用就采自由奉献。就是也将这一次教会的播酬，哎，放在高平峰蒙恩分享的群组。那我们散会之后，我们就先拍团体照，再用餐。那我们先将时间交给摄影师。那弟兄姊妹们，请到那边的台前，大家看大合照。